你这样会溅开的，我很臭吗？你已经闻到了是吗？我，你就开这么一点儿。哎呀，我操！那个汁儿下来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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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吗？这不就是正常的鱼味吗？也很难闻，其实也难闻，但是能忍能忍，不难闻的，这不就是罐头鱼的味道吗？ 还是有点腥臭，没反应了，大家都。